接下来这位厉害了，迷风，好，我知道，迷风，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一上来就露两手，吓死人了！我跟你讲，见真章的一件，见真章，对，因为现在最红的一首歌嘛，周杰伦的，周杰伦什么？牛仔很忙。牛仔很忙，里面有一些很跳的舞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骑牛的？好好好好，就是来表现你的整个的气势，整个舞蹈，然后加上这个，我们自己改编的一些舞蹈，然后配上他的歌词，你自己改编的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好，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，好吧？这个怎么不用了？不是最精彩的都不用了，广告后面回来。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进广告，你放心吧，你放心。 进广告是你不用担心的，我们会进。你在访问刘明峰，好，欢迎刘明峰带来的牛仔快马。啦啦啦，我在比，随着奔腾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下美了剪影，我用子弹写日记。 摔倒，但是 ending pose 这样子好了，我知道你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你刚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我们请瑞你上来，OK。比中气，比中气啊！比谁的气比较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牛仔这首歌嘛，用牛仔这首歌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，看谁唱。OK。 吸一口气，比谁的气比较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牛仔这首歌嘛，用牛仔这首歌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，看谁唱。OK，星光帮和邦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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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星光
里，西瓜妈和满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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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西瓜和满地。感觉周杰伦有两次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两次，三次。你三次，这是你在不断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呼吸换气啊。不是一口气，没有，我没有说一口气啊。我们说站在舞台上，哦，就一次一次，我们说一次把它弄完，看几次。啊、他二十一嘛，那我不好意思，他说我二十二就好了。Thank you.